新歌嚟嘅，有风雪情。咁佢第三首歌曲啦，打针字。点解要打针字啊？因为咧公主咧有刁蛮啊，连个老爷奶奶生日都唔肯去拜寿喎。咁啊激嬲啊驸马，驸马借住饮咗三分酒，有三分醉咧，想教训下佢喎。咁唔知教训成点咧，我就要听下由李伯龙小姐。梁愛琼小姐為大家演繹一曲《打針字》，有請兩位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什么波卡普尼打上打水打饭里面，打饭里面，打饭里面咯，你别好打。
希望大家一樣高興啊！